要蹲下，大家辛苦了。好，我们再往前站一些。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好，那个大家好，我是海军司令梅家树。海军在今天发生了这个令人遗憾的事件。在此我们希望我们的社会的大众能够为我们现在正在重伤救治中的机工长一起祈福。第二点我想表达的是，我们针对这一次的事件一定会非常坦诚的去做检讨。现在我们也编组了专案的小组，现在也正在针对所有的不管是在天候人员的操作甚至基建，我们都组成专案小组在进行调查，我们会尽快的把原因去做一个厘清。好，这是我现在的基本的两点的说明，谢谢各位。我们有初步判断是设备的问题，是不是？这个都是我们调查的方向。我刚刚也特别强调了，不管是天候人员操作甚至基建，这是我们一个有既定的标准程序去做调查，我们已经启动这相关的调查。当时是在做怎样的训练？这是例行性的训练，所以我们都有会排定相关的例行性的训练的科目。是保养上面的一个检测吗？这个我们都会在做后续的一个厘清之后再跟大家去做说明。谢谢大家。这个机尾那边是重灰损的部分有哪些啊？机身上面，我们飞机在我们的新闻稿上面也跟各位说明了，我们现在飞机的状况其实是重损，所以相关的损伤我们也是要再去做进一步的检视。那两个驾驶的这个精因为司令要慰问家属，家属在等。好，司令特别难不敢下来。好，这架飞机的飞行计划大概是多少？这个我会再请相关的专业的参谋来去跟你们去做回复。我先去到慰问家属，家属那边是我们现在的重点。好，谢谢各位，各位辛苦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好，谢谢大家。